事说事，干啥打人呢？给我下来！有事说事，干啥打人呢？你们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一伙的吧？疯了！一个村儿的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给我回来！活动！我鼻子！活动！刘鹏，你滚！我上鼻子流血了！哎呀！鼻子！活动！你咋了？咋样？你没事啊？你咋了？我打！活动！我打架！我打架！活动！你别拦着我！鼻子！我别拦着我！我等到评理，为啥打架？为什么打人？抓着！咱们让大家评评理，哪有这么干的？打完一个又打一个呀！我们看热闹，欠钱不还，打完一个又打一个，借钱借了好几年都不还，要四五次都不还，哪有这样的？哪有这么干的？你让他下手轻点，你真打坏了，你不给人看病啊？可他们在门口不走，咱们生意没法做呀。那冰凉棒硬是坐着去呗，你管他什么？不怕了拔拉稀，你就让他坐。那你过一会儿没人理他了，他自然而然不就走了吗？老姜，我说你，你说一共才20来万，那没多少钱的事儿，你就把钱给人家不就得了吗？啊，就是，你老这么干，我跟你说，对你名声可不好啊。还名声？这名声有啥用呢？有钱你就是爷，没钱你狗屁你都不是。欠人钱早晚得给人家，干啥玩意儿欠人钱呢？啊，你整的这鸡飞狗跳的，不值得。行了，你磕磕巴巴，我跟你讲这钱啊，就。能还的，是不是？还不还的，不能还我就不还，非还不可的，这钱我得扔股市里头，翻几番赚几万，然后再给。啊，我江顺要不趁个几百万，就你们仨能坐着陪我打麻将？这耗着一会儿，我赔多少万呢？我不得呀，我得赶紧走了，我啊。这是谁呀？啊，说话口气这么大，还什么，待着一会儿就要赔好几万？谁呀？贺总。太巧了吧！哎，我给二位介绍介绍啊，这位啊就是我们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刘所长，这位是我们万和集团的董事长贺子鹏，贺总。别胡说八道！我朋友刘所长，你好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耿星光的事儿处理完了吧？处理完了，医疗费啊、误工费，姜老板给出了，欠我们工程款还没给呢。怎么着？工程款？那个。20来万呢？嗯，多少钱？二十来万呢？嗯，有了这事儿吗？贺总，你玩大的。江顺，你好歹也算个老板啊！听说你怎么着，打一宿麻将都输个3-5万的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贺总啊，你当着刘所长那儿别说我这到多少万，你这万一抓我聚众赌博，他不那回事儿是不是？不，贺总那什么。你这一天也挺忙的，是吧？就是把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这我自己解决。行，是我自己解决，不让我操心了。别操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给也行，咱这么着，我呢先帮你垫上啊，到时候我从你的货款里边我扣出来。你别呀，何总啊，这那怎么着这事儿？我给，真的假的？我给行吗？那什么，那个老外，下午你上我公司求支票。下午啊，还下午干什么呀？这位兄弟啊，现在就跟着他去他公司，把支票拿回来。你放心，指定好使。哎。